诸位啊，传统文化同道啊，大家吉祥。好，我们一起呢学习。我们学《论语》啊，应该建立的观念啊和态度。我们学习到啊第九点啊，我们也稍微带一下前面的几点啊。当然，我们在带的过程呢，我们也随文入观，这一些我们探讨过的，我们现在用上没有啊？首先第一点啊，随顺圣贤老祖宗教诲。不随顺自己啊，烦恼习气，在起心动念上，啊，在一言一行上，啊，能有这样的关照。第二呢，老实、听话、真干。比方这一段时间，我们有没有针对哪一句经典啊，或者师长的教诲啊，我们老实听话啊，真正去把它做到啊，那这样我们学过的就变成解行相应了。第三呢，真诚恭敬。真实的道德学问，都是从恭敬心中求，所以这一点也很关键，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而且呢，这不是说打开经典，我们才恭敬。应该是道也者，不可虚与离也。道是真心呢。不能说打开经了我才用真心。没有看经的时候，面对人事物，我还是用应付的心、分别的心。那也不可能在打开经的时候，就马上把真心提起来了。所以这个真诚恭敬呢，应该在我们面对一切人事物的时候都要提醒自己，要用真诚恭敬心。所以学传统文化就是恢复真心，跟真心不相应的念头一起来，我们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要把它放下，克念呢，做甚，功夫啊，都下在这个念头上。第四呢，圣教是内学，向外啊就会着相了，就会容易啊把责任推给外在的人事物了，所以，这一点呢，对我们修学也是很关键，从向外的习惯能够转成向内的反省关照。第五呢是主动，学问有成就的都是主动求学的，不可能是被动的。
第六是决心、恒心、毅力。这些心境啊，都是修学成败的关键所在。没有决心、恒心、毅力啊，就很容易退缩了，半途而废了。第七呢，不画地自限。这个画地自限呢，根源上呢，还是不够信任自己的。所以我们求学过程呢，当然会面对很多挑战、考验，就像我们熟悉的《西游记》9981关，关关难过啊，要关关过，而它的难，不见得是在这个境界上。所谓境缘无好丑啊，好丑起于心呢。境缘无难易呀，难易也是起于我们的心。所以真正的障碍啊，不在外面的境界，在我们的念头上。从佛家《金刚经》有一个例子，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这个公案我们比较熟悉。那忍辱仙人遇到暴君呢，要置他于死地啊，而且还是凌迟处死啊。你说这样的境界，那一般的人觉得晴天霹雳的灭顶之灾啊。可是忍辱仙人会修行了，他反而在这个境界当中快速提升，所以他的念头，他没有形成对立，他没有产生嗔恚，他反而觉得，一切人事物都是来成就自己的，看自己的功夫够不够，这个跟我们第八点很相应的，只有自己是学生，那割力王也是老师啊，自己是学生，所以他有这样的心境，他在这个境缘当中啊，没有生气啊。忍住波罗蜜成就了，没有报复的心呢，持戒波罗蜜成就了。所以我们从圣教是内学，不画地自限的这一些提醒，我们就明白境界没有问题，问题在我们自己的念头，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不要被境界所转了，那我们就能够在每个境界当中呢，提升自己的功夫，这个在佛家善财童子就是榜样了。他53餐，每餐一个善知识，一个境界，他就提升上去了。那我们也很幸运呢，我们跟着师长老人家
我们也看到他修学弘法的过程有不少考验哦，我们一般的人都受不了的考验哦。老人家在这些境界也是快速提升自己的功夫啊。所以有儒释道的圣人给我们讲清楚，又有师长给我们讲清楚，他们也给我们表演的很彻底，那我们是很有福报的。哦，那当然师父领进门了，修行还要靠我们个人。我们能够在一切境缘首先提起来的是经典，是师长的教诲，那我们就不容易被境界转。好，那我们看第九呢，是用心如镜。所谓真心离念，用心如镜。镜子是清净的，所以我们修学以静心为要，自己的心要越来越清净。不能呢染着，尤其不能被欲望啊控制住了。在《论语》里面也是提到是至于道而止恶衣恶食者，未足于义也。他至于大学之道，至于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大学之道，但是很讲究吃，很讲究穿，很讲究物质的享受啊，那他说他要致力于大学之道啊，那他是嘴上说的，因为这个欲望控制不住啊，他也会越来越做大的。而且欲令自迷呀，利令自昏。所以儒家讲格物，就是格除物欲啊，一定从放下欲望的追求啊开始，能够少欲知足，安贫乐道。好，当然了，这个安贫乐道啊，是要求自己不是先要求亲戚朋友哈。这个中恕之道还是随时要提起来啊。那这个用心如镜也给我们很多启示了。镜子呢，没有落印象，所以我们人呢，对过去、对现在不落印象啊，这对人就不容易有成见的。而且啊，始终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对他的坏习惯、习性啊，那是狗不叫性乃迁啊，我们能包容、宽恕。进一步啊，能做他的真善缘，帮助他改过。好，再来第十呢，重视领悟。我们上一次提到，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啊，举一隅不与三隅反，则不复也。”好，那这一段代表啊，孔子的教诲呢是启发式的，啊，不是灌输。好，那这一点呢，我们也要观察自己的学习状态。好，我们是记忆式的啊，知识性的积累啊，还是我们的学习是重视领悟的啊，追求智慧的啊，解形相应的。哎，这个我们要自己检查了啊！再来，我们自己教孩子、教学生啊，甚至于带领下属啊，我们是用灌输的，还是用启发的？哎，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关照的、检查的。啊，因为学错了，啊，我们说踏出的脚步大小不是最重要，方向比较重要。啊，方向本身已经错了，越用功，离目标越远。哎，就像假如是死记硬背的。啊，结果他很用功，啊，用功了十几年，可能这个悟性啊就越出不来了。好，我们再看下一句啊，在《论语讲要》啊182页。好，我们看一下经文啊。子谓子贡曰：“啊，汝与回也孰欲？”啊，对曰：“啊，次也，何敢忘回？”啊，回也，闻一以知十。啊，次也，闻一以知二。啊，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啊，这个是孔子啊，啊，跟子贡啊，谈到好，跟子贡谈到了。你跟回呀、啊，这个孰欲呢？欲就是谁比较优秀啊，比较胜啊，这个胜就是比较杰出啊，比较优秀。好，那我们想一想，孔子为什么会针对子贡讲呢？不是针对其他的学生讲的，因为我们从李炳南老师的教导在讲记里面，我们现在是探讨讲要啊，
另外还有讲记呀、是李炳南老居士啊，他在讲《论语》的时候的文字稿整理。这讲要讲记啊，我们都可以汇集起来，来深入《论语》。因为当时候的人呢，有人以为子贡比孔子贤德，有传出这样的看法。那有这样的情况呢，本身就是一个机会教育点。孔子是大教育家，比方说每个学生问孝，他的回答都不一样。这因材施教啊。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呢，也常常举到《礼记》《学记》。《学记》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教学法，其实《论语》的句子里面都在呼应这些教学法。敬于未发，则谓预，预防法。防微杜渐呢，有智慧哦。等到问题出来了，那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精力哦，还不一定能扭转哦。所以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这个都是预防法。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孔子所谈的三戒，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困在这些习气有多惨呢？色欲、好胜好斗、患得患失啊。假如我们自身或者是孩子们从小这些习气啊，他就不让他起现行了。你看他的一生多自在啊。我们现在是被欲望给控制住了。所以真正爱孩子的要想得深呢，想得远。在爱之不以道，懂得教育是让他的贪心不要增长。结果假如溺爱孩子的贪吃啊，贪睡啊，贪心都增长是所以害之也。所以敬于未发，之谓预防法，当其可，之谓时，这个就是及时法，机会教育啊。那不临节而失之，叫循序渐进。我们熟悉的《弟子规》，弟子入则孝，首先是要入孝出悌呀。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啊。那个这个学习的内容，它就有一个本末次第在里面。就像师长讲经的时候给我们提到，我们传统的教育，小学学做人，中学学做事，大学学为政，它有着它的循序渐进的次第。最后相关而善之谓谋，
所以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希望其他的同学向他学习。比方子路无数诺，他把子路很好的优点讲出来了。子路很假性用啊，答应人家的事的马上去做，不会拖到明天去了。大家想一想，有这样的朋友，你把事交代给他，那就放100个心了。那这个是相关而散，所以我们现在子贡这个孔子对子贡说话了，这应该也可能是当其可之谓死了，机会教育了。所以李老有提到那个时候就有传说，子贡比孔子还贤德。再来，孔子处处在赞叹颜回不太赞叹子贡甚至还会当场提醒子贡子贡有一次在批评人，孔子知道了，当面告诉他：“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那当然了。我们想一想老师当我们的面把我们的问题指出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这是倒霉还是福报啊？我有一句词叫不知好歹啊。我其实这一句不是骂人的。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感觉要知好歹也不简单了。陈德印象很深呢。20年前自己那时候是02年呢。到了澳洲金钟学院，听到当时候同修们呢在讨论前几天发生的事情，说到有一位老师在台上，师长在台下呢当场指正他的问题，那我们不在场啊。可是听到给我们转述的人呢，他那个语气就是：“哎呦，这个人挺倒霉的。”你看，在台上师长就指出他的问题。而当时候陈德是感觉这个人太有福报了。师长会直接指出来那也是对学生的信任。再来很可能他终身难忘，他就终身受用了。所以师长有一个墨宝写了4个字，福在受见。有福气的人能接受老师长辈爱护他的人的提醒。劝告，需静听呢，这是有福报了。所以孔子提醒子贡，那是对他的爱护哦。那再来，因为孔子常常赞叹颜回。所以可能呢也借由这一个提问
让子贡可以更领悟到为什么老师赞叹颜回。哎，假如老师赞叹哪个同学，我们不是很能认可、领会啊，哎，会不会老师在那赞叹的时候，心里还在那嘀咕，甚至于还会有点嫉妒，那就麻烦了。不止没有学到，还嫉妒。哎，所以我们去观察哦，谁传孔子的法？曾子，为什么他能传？《论语》里面有没有曾子能够传孔子之道的密码在里面？现在很强调这两个字啊，叫密码。什么圣经密码？好，诸位仁者你们觉得曾子能够传孔子之道，哪一句是密码？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哈、有想联想到哪一句的，可以跟大家说说。谢谢阿弥陀佛。就是我想到的是曾子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对，恶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然后很好，第三个传不习乎是他每天都会思考自己学到的有没有真的去习去做到，所以他吾日三省吾身，这样如果每天都这样真的这样反省自己，就是有没有忠于别人，有没有对别人有信义，以及学到的有没有做到，真的能这样每天做，这样每天反省，每天调整的话，就算他的根性没这么利，久了也真的就是我觉得就符合净空老法师讲的老实听话真干这三就是这个词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传孔子的法的原因。对对，好，谢谢谢谢刘老师这句很重要了。那曾子也是圣教是内学，他是真正的榜样三省吾身而且修道的动力也是忠信，忠信是动力敬己之谓忠啊。这个答应父母、答应老师、答应苍生的事情、答应领导的事情，尽心尽力去做完。他会为家庭尽忠啊，他会为团体、国家、民族，乃至为世界尽忠，这是动力哦。信，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呢。已经承诺的事情了，他一定会去履行他的诺言，所以他答应别人的事就变成鞭策他的动力了。我这几天在问这个同学。我好像有一次讲课说希望自己能够胖一点。假如哪个时间呢不能胖一点呢这无颜见江东父老要退出江湖了我就问他们我是哪一天讲的哪一天是最后期限了结果问了老半天没人记这个一言既出查得到的帮我查一下
哦，那这个已经出去了，我这得赶快努力才行了。所以最重要多吃多睡才行。多吃没有多睡不行，还是胖不了。现在要达到目标啊，都得多管齐下，双管还不够，还得多管齐下。好，哎，还有没有？不止这一句。还有一位张学长，那个举手了，张小燕。哎，有请。小燕想到就是有，子曰圣乎？无道义，观之。曾子曰：“为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因为曾子呢，就是他明白夫子的道，就是围绕的是忠恕之道，而且呢，他领略了其中的内涵，所以就是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都能够答得上来。好，谢谢。还有一句是：“曾子曰：‘是不可以不弘矣。’”一口讲一句，谢谢谢谢。是。哦，他很热情，我们学习的观念跟态度啊，真子都是表法啊。哎，这一句无道义，但是他有掌握在学习，这是我们的第十三点啊。好。不过他刚刚已经讲出来了，还有另外一句是不可以不弘矣，任重而道也。对，这个就是他有一种担当任重而道远，他有一种恒心决心毅力在里面。当然这里面也牵扯到我们前面讲的要立志的任重而道远他有这种愿呢，要去承传道统，这个都是能不能学有所成的关键。好，还有没有？好，各位老师好。那个，我说一下，我觉得曾子是在福在受见。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孔老夫子批评他：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其实，曾子本身呢，不是像颜回那样资质特别好，但是呢，我想着孔老夫子能这样批评他，肯定是看着他能受见，否则呢，因材施教，如果批评以后他的脸就不好看了，老师也不会再说。所以福在受见，能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建议，这也是曾子成为宗圣的一个原因吧。这是雪燕的一点浅见，不知道是否妥当，请老师指教。哎呀，很好哈，而且这里面也是呼应我们刚刚说的，父母教需敬听。其实他被父亲打昏了，他呢，念念呢，还是在想着父亲哦。他没有说哇，痛死我了，怎么可以这样打我？他没有这样哦。他昏过去了，醒过来还是想着父亲在担心哦，所以他去弹琴啊，让父亲不用担心了。可是孔子却批评他，你看他自己假如觉得哎，我做的不错了，他有这个念头啊，他就不会去找孔子了。甚至他会不高兴了，我已经做得不错了，怎么老师还这样批评我啊？
啊，所以他那个对父母对老师的恭敬态度啊，确实是我们的学处啊。哎，只要是老师批评了，哎，他马上去请教，哪怕老师说曾子不是我的学生啊，他不要来见我了，哎，人家一天晚上赶快跑去了。所以这个也跟我们呢，要第十一点有关了。慕贤当慕其心呢，圣贤人他那个很细微的心境，都是我们的学处。哎，好像还有一位仁者，有请。好，感谢主持人，然后感谢承德老师。学生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有一句话叫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就是说曾子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就是这个是至孝这一块。就说这么多。感恩老师。好，谢谢。所以他是至孝的人，所以他能够传承道统。对。好，谢谢大家踊跃发言哈，我看先打住啊，不然我们今天又没有进度了啊。好，好，那刚刚跟大家提这个，就是孔子他面对子贡啊谈这一席话，这个都是属于啊。机会教育的。那我们刚刚说教学法有四种，最后一种是相关而善之谓谋，互相观摩，没有嫉妒，曾子是榜样哦，可能孔子称赞颜回，也怕子贡啊会不会有点小波动啊，所以可能这个应激啊给他这一段话哦。可是曾子呢，曾子不止没有波动哦，曾子还积极向颜回学习，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在泰伯第八，曾子提到了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泛而不教，习者无有，常从事于师也。他把颜回求学也好，处事的涵养也好，优点他都观察到了，他会进一步去效法。所以我们修学的路上能够去效法老师同学的优点，不会去嫉妒同学，这个就很关键的。好，而且也，李炳南老师还提到，当时候子贡名声已经响彻天下了，而颜回却默默无名了。你响彻天下了，这个慢心会不会增长？他的颜回还默默无名呢，所以跟子贡说，你跟颜回啊谁比较优秀啊，子贡对曰，次也何敢妄回啊，说我怎么敢跟颜回相提并论呢，怎么敢跟他看齐呢？
哎，接着子贡说了，为什么不敢说跟他看齐呢？回也闻一以知十，次也闻一以知二。我们看讲要提到了，讲要是引啊，俯视广曰：“闻一知十啊，不是闻一见限定，知得十见。”啊，这不是数字的意思啊。他只是啊，知得周遍，始终无疑呀、啊。这是闻一知十的。哦，比方说，老师跟他说：“万法因缘生。”他就领悟到了。无有一法不是因缘所生的，我的知得周遍的啊，闻一知二啊，亦不是呢，闻一见知得两见的啊，只是知得通达，无所执逆。他不会只知一见啊，就只执着在这一见上面了。好，哦，那这一点上啊，李炳南老师啊有提到了。这个一啊是数之始，数的开始，十呢是数之终，而这个十啊，不是指实数，而是一个满数，圆满的满，例如啊，华严以十啊表示无尽的法门，我们看《无量寿经》注解。李炳这个黄念祖老师，他用十门开启，就是代表华严境界，就代表圆满。好，那这个闻一知二呢？二也不是实指两件事，就是他能够举一反三。因为二是一的倍数嘛，他是能够举一反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子贡啊是无所拘泥啊，那他能告诸往而知来者，他能举一反三啊，我们看一下呢。这个《论语讲要》86页，不是那个31页。这里有展现出啊，子贡能够告诸往而知来者。句子里面提到了啊，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啊，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那孔子这么指导，子贡听了之后啊，他说了，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师之谓鱼。”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那等于是子贡首先提出来了，贫贱但是不谄媚，富贵不骄傲，那这样的人怎么样呢？那孔子回答了，可也，但是呢还比不上啊，能够呢，贫而乐，贫而能乐道，富而好礼，富有又能够讲礼貌。那我们具体来讲啊，比方颜回，他能安贫乐道，朝闻道，夕死可以啊。我们从这里也感觉到一个老师啊，当学生提出来，这样不错吧？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不错吧？那老师说，是不错。但是可以更好因为修学的路上啊，也怕知少为主所以汤王才说苟日新，日日新日日新就是不能知少为主，每一天都要有进步又日新就不能半途而废你看这每一个字啊，都凸显一个求学的关键心态所以经典不能划过去的。苟日新，那个苟就是下决心了。我这一生一定要成就，那叫苟日新。所以我们当父母、当老师或者当领导肯定学生肯定孩子之外，进一步还有一些对他们的期许让他们能更有一个努力的目标方向。那这个富而好礼就好像是朱子之家格言与奸挑貌易，物所便宜啊，好像常理举要也有提到他做小生意，你看都靠劳力扛着这些菜啊水果啊我们还在跟他讨价还价，这个就有点太苛了所以对肩挑这种富贩做小生意的人呢，我们也恭敬他叫富而好礼的。其实我们修学都要在这些地方修啊，物产富，物交平，
勿厌故，勿喜新。修学的重点呢，就在不分别、不执着上用功夫。啊，师长常常说：“你会吗？就会不会修行？”啊，会修行，啊，在每个境界提升呢，因为分别执着越来越放下。啊，不会修行，那可能在每个境缘呢，分别执着在增长。啊，比方说贪法，他就不会修行了。啊，师长常常说的啊，是让我们把贪心放下，不是换对象。啊，这些法要啊，都很关键啊。啊，这些我们都要放在心上，所以不要去分别哦。啊，分别这个有钱没有钱，有地位没有地位，我们就产生分别执着了。好，所以佛门强调啊，修普贤恨十大愿望啊，第一个就是礼敬诸佛啊，在这个方面呢下功夫。哎，那孔子有这个期许啊，应该啊再提升，要平而乐啊，富而好礼。哎，子贡领会到老师这个意境了，啊，这个对他的指导的意境了，哎，他就马上回应了，啊，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师之谓与？”这个注解里面呢，讲到了自古啊，哎，拿着动物遗留下来的骨头啊，来制作啊这些艺术品啊，那自古是切啊，如切啊，磋呢是制这个象牙。象类的这些东西是用磋啊，啊，制玉是琢啊，玉不琢不成器嘛，玉是用琢，制石呢是用磨的，啊，代表呢叫好上啊，还要再加好，没有止境。啊，例如啊，用木头做桌子，哎哎，桌子做成型了，还不够啊，要把它刨过啊，才比较光滑。好，刨过了，那还可以再加漆呀，啊，上上漆了，啊，还可以加一点花饰啊，哦。啊，画上梅兰竹菊啊，哦，这叫好上啊，还要再加好，所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啊，那孔子就说：“哎，赐也，始可与言师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所以孔子就说了：“哦，是啊，哎，可以教你做诗了，因为他有领悟的能力了。哦”所以李老说到了，上学必须念诗啊，哦，学诗呢，开窍快。哦啊，会作诗啊，便会作文，啊，就知道人的心理，啊，也知道事情的兴衰存亡。你看学诗有这么大的
效应啊。好，因为诗里面啊，也告诉我们，哎，以前的人是怎么办事的。好，那我们也可以预先啊，知道未来。好，好，这一段呢是啊，那我们了解到啊，这个。这个子贡啊，他是能够告诸往而知来者，他不会拘泥在学一个东西就死背一个东西。好，那接着李老啊，还举到一个反身路。那我们看这一段说到啊，这个子贡呢折服颜回啊，图折服其肢解，就是说子贡表达的是颜回是闻一以知十啊，他自己是闻一以知二啊，所以这个反身入啊提到的呢，说子贡折服颜回啊，可能只是折服在这种知识的理解，他能闻一以知十，其实真正要折服的地方啊，不单是这个知识的理解，应该更重要的是潜心啊，性命，学敦大伦呢，大圆学敦大圆，一彻尽彻，故明无不照。而次呢，则为士文见，学昧大圆。其闻一知二啊，乃是聪明用事啊。所以推测之知与悟后之知啊，自不可同日而遇啊。这个见地啊就不简单了。那我们中国人有福报啊，这个学敦大圆呢，我们举个例子去感受一下啊。六祖慧能大师，他有没有学很多？神秀大师那学的不少哦，十二部经论呢，大小乘经啊，通通都能讲哦。可是他还没有见性哦，还没有到学敦大圆哦。所以六祖大师，你看他学敦大圆，他说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
他这个是物候之知啊。但是子贡所领会的那个只是推测之知啊，是聪明在用事哦，这境界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仿生论里面说，不但闻一知二，弗如颜回。即使是闻一知百知千呢，总是门外之见啊，终不切己呀。所以都还是属于啊，聪明用事啊，还不是真正能够啊学到呢测见自己的本性的。就像我们前面用心如镜里面提到，孔子是空空如也。他是清净心现前的，起的智慧，所以是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他那个闻已知识的那个是因为无知，心地清净了所起的无知是体呀，是真心啊。无所不知是它起的作用啊。所以道家说为道日损呢，还是一直放下的。我们现在人说求知欲啊。好像呢，多知道一点，好像自己比较有安全感的感觉。甚至于人家茶余饭后谈哪个话题、哪本书，哎呀，我还没读过就觉得很丢脸啊！哎呀，赶快去买来，下次就可以跟人家好好论一论了。好像知识特别丰富。所以师长常说知识啊解决问题啊。有副作用。智慧解决问题啊没有副作用。我们现在想想，现在高学历的人不少啊，硕士博士不少啊，他能解决问题吗？我记得20多年前在台湾那报纸挺大的一篇幅啊，是高学历高离婚率啊。你说他解决问题了吗？所以这个较量很有味道啊。假如不是真正的这个学是要恢复本性的一种学习状态不是要开发自己本有的根本智的话，那这种学习是聪明用事的，哪怕可以闻一知百知千呢，还是门外之见呢自己呀、开发不了自信的。开发不了明德的。所以学敦学为敦本之为要。学习是为了恢复本性自性这个重要啊。不然学着学着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所以那个
孟子说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好，所以宋朝有一个读书人，他呢学的东西啊容易忘，他也很苦恼。结果有一天看到，孟子说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他就反思了，他自己呀，下来，怎么可以记得住东西呢？所以他受到这个孟子的启发了，他就整个100天左右啊，他就让自己的心定下来。结果啊，再来看书啊，一览无遗啊，很容易领会，很容易领纳了，就他的心不再浮躁了，他的心真正清净了。所以这些古人的例子，他能够敦本，从这个根本下功夫。所以这里说敦本则知解尽忘，这个知解尽忘就好像心经说的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这样心如太虚啊。所以无知而无所不知啊。好，在这里今天讲这个好像有点只可意会啊，不可言传啊，但是举个江湖故事啊，那个张三丰教张无忌他的徒孙打太极拳。打第一次就问这个张无忌，你记得多少啊？他是70-80%。结果再打一次问他，还记得多少？他说30-40%而已呢。好，再打第三次还没打完呢，这个张无忌说，师公啊，我通通都忘了结果张无忌说，很好，好，好，所以这个等于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都不是在这些知见当中打转的能够修清净心能够心如太虚。好，这个是跟大家讲到这一句
这个文艺之始啊，跟文艺之恶啊。但是子孔子啊，接着说了啊，说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好，那我们看讲要里面有说到了，好，好，哎，有提到呢，哎，宋儒说，哎，孔子真的不如颜回吗？啊，因为孔子说，啊，对对，你不如啊，我和你都不如啊。哦，所以可能。好，我们进一步啊分析到了啊，当然我们不要是落入一种比较，说哎呦，那怎么颜回比孔子还优秀啊？那孔子是圣人呢啊。其实啊，老师啊教学生都是和盘托出的啊，学生肯完全老实听话，那青出于蓝胜于蓝是正常的哦。哎，哦，包含万法应缘生哦。啊，其实我们的下一代的因缘比我们还好啊。他们真的肯学一定会超过我们的。啊，而且父母老师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孩子学生超过他了。所以孔子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很欣慰的孔子他是五十知天命哦，天之未上斯文也，匡人其鲁于何、啊、但是这里、啊、孔子之乐天之命啊，可是颜回呢啊，在一次危难当中啊，他最后回来啊，孔子看到他，哎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哎，结果颜回说：“子在，回何敢死啊？”那颜回知天命啊，他还没五十岁就知天命了，哎，所以这个孔子不如一也。那孔子又说：“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鱼啊。”然后还提到呢：“回也非助我者也，于无言无所不悦。”那这是耳顺呢、啊。孔子六十而耳顺呢、啊，但颜子还没有六十就耳顺了、啊。哎，这个是孔子之不如二也、啊。所以颜子之未达一见者，就还差孔子没有达到的一个境界啊，就差这个间隔而已啊，就是七十从心所欲啊，不逾矩啊。哦，所以这里提到。孔子说他自己也不如颜回，这个从颜回的学习状况来分析、啊、也是很合理的。好，那当然我们要效法颜回，效法孔子，当然也效法子贡，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啊，不如颜回。好，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